为了方便民众，李伟鸿会美特别办理机车下乡考驾服务，邀请监理站来到鹿港高中提供民众考驾。现场是来了真侪民众，希望借着这个机会顺利考取驾照，才免专程走到花坛来考。工作人员是提醒考生，伫考试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。为了服务乡亲，立委王惠美特别邀请江里站来到鹿港，为乡亲进行机车考照下乡的服务。啊，咱伫暑假期间哦，拢会伫咱的这个啊选区哦来举办咱这个啊驾照的这个考试哦。啊，除了感谢江里站配合咱地方的需求，也要感谢包括咱民众服务社。甲一番救国团的社团，大家共同吼，甲这个活动来这个圆满。那即届呢有200多人来参来这个报名参加即届考试哦。啊，咱呢啊必须呢100分内底要有85分以上吼。啊，路考呢啊每一届考试，伊拢甲咱大家带各一份吼。啊，你只要照啊带过这个啊大哥甲咱教的物件，照安尼来处理，啊，拢应该会无问题吼。啊，伫只来预祝咱所有的这个考生吼，拢有法度顺利来啊摕到伊的这个第一等的这个驾照。那嘛感谢咱所有这个协办。对于这个服务，民众感觉非常的好，安尼就免专工走到花坛来去考。有啊，有比较方便啦。怎么说？就不用特地跑去监理站考啊。这下乡考试哈，对咱这民众是真好的一个福利，拢唔免阁走到很远哦，去花坛也伫咧考的哈，是一个真好的政策，要继续阁落去办啊呢。立委希望透过这下乡考驾的服务，唔来当节省民众的时间，唔来当解决无驾照的时阵应该安怎前往监理站的问题，邀请乡亲多多利用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、陆港采访报道。